欢迎回到 BB High Fun， 耶！是非凡，我是女神下午茶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、非常 YouTuber 的事情。好、oh, YouTuber， 听到这句话，哎，其他 YouTuber 少在那边学我们，欺负一些订阅。其实我们现在被攻击，你们才超时。三年前就有人做过了，可是你们没有变装啊？怎么样？对啊，你的脸有长这样吗？像人家的阿公。幻视 Marvel 没有赞助。 Uber E 是一个我很爱用的 app， 对，也是我很爱用的 app。 对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出门，我们就是懒。然后反正呢，我订了200块的食物，他订了200块的食物，但我们不知道对方订什么，等下要盲吃，盲吃 YouTube 外送吃播。好复杂。目标打败所有的吃东西的 YouTuber。好啦，那待会呢会有男优送那个食物进来，我们就准备开吃。我好紧张哦，热乎乎的东西碰到我们的嘴巴。This one is the new the first dish of the day。 啊，大仙对、吃到了吗？吃到了吗？等一下你先不要回答，你先不要有任何的反应，因为它这个有点 tango 的，所以我应该知道。这不是我点的，这是不是你点的？嗯，我知道。结果其实是我点的。好，我知道是什么，那你先回答好了。这是什么？炒面。不算，不算吗？不算，不算。对，广东炒面。技术上来说并不是。这就是油面。我再给他一个提示。好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当然是我。既然他刚刚接触了炒面。好，公布答案。葱油鸡捞面。这是港式吗？蛮好吃的吧。港式对吗？捞面呢是一种香港的面，就是这种比较硬的。而且我觉得你刚才闭眼睛的时候，你有这样开嘴巴吗？有。不是，我想然后看起来在哈掉，等屌。这是我们的第二道。This one， 等等等，下午茶。或者是现场连线粉丝点。免费点到我们的哦，可以耶！我觉得是我的，王非凡。是不是？猜猜看是什么？什么是面类的？锅烧面，锅烧面啊！好，对了吗？对了吗？是吗？你是认真菜锅烧面？不然嘞？我是锅烧面啊，它就是面啊。那我刚刚有吃到香菇吗？哎呦，又是阿公。谁家的阿公长这样？你不要欺负坏事。谁家？你是绯红女巫？拉面吗？对。怎么会这么 cheap 的味道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我是觉得这种拉面外送一定不要吃。对，我们还有一道、最后一道是我的，所以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。This is the food。再大一点，因为这有个大一点。再大一点。咬下去，对，对，咬下去。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冰火菠萝。对，答对了。妈美。抹茶口味，脏脏包。但是应该真的这样，全部都是我点，你们都不知道是他的粉丝点。有人要理我们？当我们等到2050，还没有人寄过来。我的 Uber Eats 在哪里？好啦，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外送经济非常的发达，那除了上次 Uber 拒载我之外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计划，我们要准备去卸妆咯。好啦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小铃铛，我们就会吃更多。今晚我想来点没有赞助的 Uber 影片，耶！Uber 赶快赞助我们，不会，不要再歧视 LGBT 了，到时候他就拒送了。直接砍我单，然后还扣我钱。好，拜拜。